这当然是怎啊透气，怎啊倒落去，当时火甲滚落落，安尼尔。我这汤类的，这羊肉咯，这鸡汤，这牛肉咯，这物件拢是透气，怎啊倒落去，当时开落，安尼就会当食哦。好、哦，来，这我是真正人家卖，而且我是真正真少人家讲听到用电锅落去吹较少啦吼、哦。啊，这包送你，啊，这你这包当然你甲挂开，你用迄个迄个。我知影你用电锅做，你听我解释一下。你这包我送你免钱，这包当然你甲挂开，啊，等下我退冰倒倒落去，当时火甲开落落，哈、哦。啊，若个啊，若个无好食，就是你的蛋糕甲你的冬天拢下去啊！来，谢谢，啊，伊遐送你就好哦。你要食这个五更长旺，一点卖讲三百以上，三百五十遍啊，斤两三，六个人家两百了。来，两百块上面写两百块，这包搁送你啦，这包搁借你啦，这包搁你啊！你大家买，大家学落去啊！真的啦，这包搁来啊，开两百块尔啊，来两百块，五更长旺啊，来两百上面写五更长旺两百块啊。来两百块，够要食五公长旺啊！两百块落两百块，最后三个人家拢有啊、哦！到人要买一百块当个试食，这真正好食，一百块有人要试试的吗？这真正好食，一百块卖用电锅吹啦，迄用用落，这汤汤内内物件成本就是拢透落，当天火甲开落了，较少人用电锅，咱讲实际，是讲咱只乌白讲话，啥物物件一百块要来无？最后两啊一百块啦。看我坐后边。啊，加加加加，小我比较高，拉青拉青啦。海藻加加哦。等下啊，等下啊，加加啦。来啊，免排啊，是的，免排啊。来啊，好好，加加加加，好，暂时啊，慢，先莫讲话啦，先莫讲话啦。你若无讲话，即先袂了啊，你敢要信？哎呀，好，来啊，即话安讲哦。这个物件哦，你听我讲话哦。这叫海藻，到人袂用煮这无，这等于三盒啊，卡两粒加两葱啊煮下了，兼且你家淋淋的落啊，这三盒、这四盒无哩，这五盒无哩，这无无买这营养够少，拢无农药的，三百五百变五啊，总计省加钱的什么啊？卡一百落啊，一百块落，一百块落，一百块落，一百块这免阁考虑啊吧，一百落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落，一百块，一百落啊。啊！你莫过来讲讲话久啊！你莫紧张倒用，吼！你一边话一边啊，无你话你又紧张倒用啊！一百落啊，吼吼吼，两个啊！你去遐分啊，你去遐分啊，我替你分啊！来啊，三个，四个，四个啊，来啊，五个，六个，继续是，七个啊！你一包二十块也袂用吃，你饼上啊，搁袂用吃，无法度啊，一百块落啊！好啊，我收了啊，这有卖了。来五百。这无太重啊，我过年过节还帮你炸些来卖吼。啊，迄个，啊，所以你讲有啥物票好卖？哎，恁有希望我发中五票无？恁现场超过三个人，举手我发中五票，有人希望我发中五票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一个、两个尔。来，我别项啊。你迄个，来，还过来要食啥物？你放上干上去哩，还帮我把迄个笼啊丢开无？今仔我话不会就尴尬起来了。我真正画袂落感觉，嘿，我袂画吼，这个伤贵啊，我袂画，这叫龙虎斑啦吼，来，啊，所以我来讲哦，即个海龟子咱甲平平，你甲倒落倒顶好无？帮我甲规个搞啊，起来甲倒落，好，你先帮我规个挂掉，啊，起来之后我看今仔啥物啊，画无啥会起毛，你平喺车顶，来，最好你哦，来，啊，所以你一包起来，人家帮我起，安尼哦，人家看吼，起安尼哦，人家看吼，中我不要我吹一棒啊，好无？吹一棒好有困难啦啊！喂喂喂，那种背鸡飞好啊！伊这个海龟鸡安那炒安那甜哦，这等下当炒蒜头、炒葱啊、炒辣椒、炒啥、炒豆瓣酱，拢真好食。煮冬瓜、炒菜瓜拢会当啊！这一盘炒一百，两盘、三盘炒三百，三百加三十八块钱。我最后阁画一个，这海龟鸡无啊，你安那炒安那甜啊，安那炒安那甜。这海龟鸡无壳啊，你免烦恼炒了过老的问题哦，你免烦恼这个问题，你著安那炒安那甜就对了。一人加两包金龙三四，金龙三四五六七，八人加一瓶四个，一人加两包八九啊，你莫加钱哦，这无价哦，先加先聊，开两百了啊，来两百块了，海龟子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，再要吃海龟子，开两百了啊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海瓜子两百块啊，两百块了，来吃几个？来海龟子两百，再要吃两百块了啊，最后三个买啊，这免看了呀。最后两个买两百块了啊，一包卖一百块，这哪有啥物好想，哪有啥物好考虑的？最后两个两百，再要吃。方军哈喽，汽车哈喽，啊无安尼啦，
只最后剩六包啊，你著真正唔好买过，你唔知是偌好食，人叫你试食看嘛，开一百咯，一百块试试啊，一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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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免弄啊，免弄啊，哎，一百咯，最后两个一百无啊，佫有啥物好料无？最后两个一百啥物啊？后边啊，虾虾，两个鱼啊。有啥物？化鱼啊？啥物化妆好标？来几千？哦，这客起来就无语啊啦！春节了吗？有人要食皮哦，飞机酒、飞机黑金酒冇？二四来三个两百了吧？来者？来两百块，两百。两百哦。两百来了，哥哥。两百啥物事啊？最后一个两百。这假皮哦，你讲，哎，这客起来，我来卖一只高干鲍鱼。一百了，试食看卖皮哦。没涨。没涨。来，好，你来换过来试啊。是啊，你先甲换一下，先甲处理一下好不好？最后两个一把上面花枝枪，这澎湖的名产叫啥？配鱼啊，不是咱卖你贵啊，配鱼啊。我老要客做大条卖恁一把，我搁有赚钱嘛是我多，咱客只要恁吃哩，有落班。最后这两个一把上面吃好吗？一百块花枝枪。最后这个一把上面一百块。这种的哦，你只用我来讲，这足济人唔知见面同个加刀割，哎，拢唔通。退兵。假细空的，咱咧一白船咧，积积个一粒一粒，滴个背嘞背嘞背嘞，一粒咱换咱背背背，你甲食看嘛，规个毛毛拢回去啊！这份一包给你，敢好？这免问，这你煮火锅、煮卤、煮火锅，甲南门火锅汤内底，你煮一排骨汤、烤鸡汤、排骨拢个南门拢个搭。你想要食小笼包鱼的手料，就是正小笼包正包鱼，这八千一万就是拢食这个，够难要吃。小笼包中破塞，这上有名，中破塞你甲查者，有人要食高干包鱼的无？想要吃手料个？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四百了。来者，四百块，要食小笼包，大份要食就是四百了。普通时啊，咱食这一粒五十；过年时啊，咱食这。哦，普通时啊，我拢卖这嘛。啊，过年时啊，我建议恁食这。哦，我囡仔，哦，你的孙仔食好，四百上面食四百块，最后三个四百块，小笼包鱼。中午啊，哈。恭喜我们有在礼拜一有在台南、啊，这收起来了，都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有包呢啦，收起来了，下日破两万块了。我好最后一样物件，你啊，我吹一封中午表来，谢谢休困啊，谢谢了。这个阿强哥，你无用。自取的啊。恁家有人要食这包红烧牛腩的无？有人要来无？这几包啦，这十几地牛啊，这羊肉这一只才要三十五啦。我来讲吼，我招车拢无啊，一瓶三个人计买着了，唔免一包，唔免五包，唔免四包，三包上面只三百块都，三百块了，谢谢啊。一包羊毛卖未？羊毛搁送你三包了，一包够你，一包够你，全部只六个人计三包上面只三百块，一包羊毛，一包牛毛，三包。最后一个三包无，好啊，无啊，无啊，无啊，别了，别了，别了。豆豆跑，豆豆骑过来了，豆豆骑过来，豆豆骑过来啦，一包一包骑啊，轻松啊，哟，一包佫送你三包啦，哟，安尼唔只轻松，无无，一包包你啊，三下收起来了，哦，啊，豆豆骑过来三包了，啊，所以你按完个骑过来咱这边，我卖下你一边，收过来了，应该分了呀，等下先，来，来姐。来对吧？来我你看，什么碗糕啦？靠呀！你有要吃好好的牛排无？谢谢啊！二十块啊！来，你甲处理一下啊！多谢谢啊！感谢你。我搁问最后一届，希望我中目标手举起，抬下去。抬下去。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个人计加钱，先加钱先赢，完全无爱拼物件。钱肯赚，小弟今仔要伫家己拼一个知名度尔。三千块，三千块送一只，三千块，三千块送加钱的，三千块，我唔是乌白花哦，直接甲输我入去。三千上面就三千块，是的，三千块。
你来我这搭千万不要惊。大概五点就五点就开始喊。我讲三千就是三千，我唔是胡白讲话哦。我要三千块就对了。可以，好。小弟订一个知名度，三千起啦。三千块上面起来三千块，三千有人要起来无？收几个？我两个，两个。谁啊？三千块，是迄什么？几千块有套过？来客个。哦，人要自取哦。干贝马尔基客过，人要来三包包过拢无？三包。干贝马尔基后边咪搁一箱吗？你干贝马尔基有人要吃无？三包，这一只一只一只四啊二两只三包客过无？你要安怎？干贝过来搁有一箱吗？我见啦，咱真用用啊。干贝麻油鸡块，人要吃，我是卖干贝麻油鸡块，我来着这个三千标，三千标这正常你也无买着，我正常提落，互恁后悔哦。是个啥物代志？好，我你甲收起来。干贝麻油鸡最后两个人加三百，啥物事啊？这个开的客户一个人加开油人吃，你知道？见面来就是拢加一箱啊，见面来就是拢一箱啦，我无解好笑呀。最后两个你甲我买袂，这真正信用错位，三百块你肯定就吃。干贝麻油鸡剩两个，啥物事三百，不要讲。两只总计三百，怎么吃？最后一个三百。阿姐，阿姐平啊！倒过无？好，你要无用哦，无紧哦。这两包意大利面我要卖三千啊，你卖你拼钱啊，唔你卖拼啊，无紧啊。三千块怎么吃？意大利面啊，三千啊对吧？三千块怎么吃？三千块。看起来是真的哦。减一包，搁加一包去，凊彩一个口味哦。三千三百只，你等下为这边开始一个一直趴过来，一望我都要数啊，姐你。